机车在道路上的用路量凌驾于各个车种之上，机车是肉包铁，在路上稍微有擦撞，就极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伤害。因此，机车千万不可以在车道中任意穿梭，也不可以行驶进行机车道，更不要与汽车争道、与汽车抢道。交通部桃园县政府关心您。